永康昆山里内底的太祖庙中拜啊，去年到月的时阵，大水是将这个堤防来冲崩落去中拜，市府紧急进行改善的工程。不过现在煞拄着这个坑内风台，还未完成这个堤防的缺口哦，相关单位就赶紧载一个太空包来做应急。当地里长欢乐讲，这个古历初一拄着这个八楼，呼吁里面都要做好风台的准备。在去年九月份，永康昆山里内太祖庙中拜受到江西流水的冲击，数时间中的堤防崩落去中拜，因此市府水利局紧急请包商进行改善工程。不过现在煞拄到坑内风台，还未完成的堤防，除了用钢板以外，在缺口部分也请来太空包应急阻挡。因为这段时间经常在落雨了，所以就慢慢啊落雨就休困的时间一。但是呢，顶两天吼，甲顶位凯米风台吼，迄落啊甲迄落山陀尔风台的时吼，这个包商就做好真好的这个洪灾的这个措施哦，惊大水来甲这物件冲倒去，所以讲伫漳个坡个吊来一挂沙地啊、顶顶呢，过来做一个加强安尼。昆山里因为持有长期以来禁止了太祖庙中拜，设置四台抽水机，引水上涵甲水沟断板以后，里长李忠信表示，已经有七冬昆山里内就无来引水。因为只要落大雨，里内的水会先引入去上涵，然后用抽水机抽到太祖中排排出。沿路按伫西湾抽水站到加咱这个永大路155巷、168弄，一带这拢是上涵，啊，这拢咧带咱社区的水，然后做些真济这个抽水机，哦，半公里就一台，迄大型抽水机来抽水，所以来改善，直接来改善。啊，咱昆山里饮水的这个状况哦，当然上涵上涵底水，然后抽水机抽水，啊，隔水挡板来隔绝着来外水吼，袂好倒灌。啊，然后咱三明溪整治了后，伊的流水的断面嘛，加足宽，啊，加足宽的情形之下，下水就紧吼。但是今仔是今明仔载，又搁是农历的初一。不过，康瑞洪台伫靠近台湾以后，风雨也渐渐变大。里长李忠信指出，明仔载是农历初一，是大流水。如果雨势变大，排到中排的水，恐惊生效会无好，然后里面要做防台甲引水准备。记者肖建伟、郭博义，永康区采访报道。